Oh, look at another tuna. Yeah, I see. Yeah. Wow. Beautiful. So you might be right there. Yeah, I see. Ooh. God. 大阴天的，大约一个号了。我们的一号选手 Torres， 夺命剪刀手。大师级的姚大师，二号选手，我是主力选手。然后我们的队长兼船长 Tony， 陪他后面，现在准备下船啊。被上船出发了。啊，我们的夫妻老儿拔过来。啊，没过那就给错了。再次见好。哪根杆是我的空心杆？对。哦，空啊是空心杆，对。啊。再次的主力杆。对，这个是。看这个夹了，搞了我们，搞了四条金枪鱼都靠它了。7:10，塔斯马尼亚。今天天气4度，穿了一个大棉袄，再加一个外套，再加上一件 T 恤，冷得不行。今天就为了去搞个蓝鳍金枪鱼。好。如果有小鱼群的话，那肯定下面就有大鱼群，就是我们的目标。下水了，看到吗？是海鸟，那海鸟。前面都是海狮，那海鸟。我们原本以为只有一只海狮，但没想到这里是一群海狮，估计一支枪是干不了了，得用手榴弹了。现在浪好大，危险。这大龙够快了，就是降速我们最后一个。现在已经把第一个杆成功的抛投了，然后现在第二根杆子也开始陆续的放下去了。对，可以了。现在开始就是漫长的脱钓环节了。哦，去那边都是海狮。哦吼，海狮过来了，海狮。
找到杯子，一个杯子。赶紧！哇操，这么多！咬住了是吧？咬到了，被咬了。好了，哥们，好了，我也行了。算这活吗？不错，吃的干干净净，不错啊。陈佳宇，现在这样，头上连肉都没了。哇，这是超级！哇，你这么厉害！赶紧卸下来，赶紧放。没事，放。说你被海狮抢劫了。这个鱼头回来。这个海运吧，这些海狮太多，我们小看它了。本来带个枪，想说可以跟海狮对着干，现在来的是一群的，估计得用手榴弹了。电不要让慢慢的转，电瓶先开，先把线放好。如果中鱼了，你就往前开。快快快快快快还在拉是吧？我感觉是海狮，这一个拉不动，那转不动了。大只，感觉应该被海狮抢掉了。哦，海狮在前面一只。蓝线是多少米呢？一米。到了主线也是十米。哦，起来了，谢谢。20公斤吗？啊，二十多了，扎肚子。好，勾住，拖，好，拖进来。啊！好久没有。哇，这个脑袋真大。把它剪，嘴巴剪了。可以。哦。要把它打晕是吧？放血。直接放弃了。对，行，第一条来啊，怎么样？好好感想。哎呦，老婆，你来吧。哎呀妈，你腿啊！下桥好肉。现在我们又找到一群鸟了。如果说鸟往水里钻找小鱼的话呢，那就可能有小鱼群，那下面就会有一群大鱼，也就是我们的目标。蓝鳍金枪在下面，好了，到右边了，右边也有两条，游得好快。我这
记关注加收藏。